你怎能出去呢？你这不是不要命了吗？我没事。你没事，若是被公主知道了，一定气急了。她如此任性，还会在意我知不知道吗？公主。 为什么不问问我，这些日子去哪儿了？公主自然应该在公主该在的地方。我被母亲约束着，不让我来见你。不过我知道，你对这些毫不关心。那我们就说一说你关心的事情。吕不韦死了。我已经知道了。没有了他。 你就再也无法离开这座囚牢。也许吧。我可以帮你。为什么？这些日子虽然被母亲管束着，不让我来见你，但是我对你的思念已经融化进我的头脑和血液里。我想和你一起走，不管天涯海角，去哪儿都行。 只要你答应带我走，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帮你。公主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钟情于他。那，我们就带他一起走。我不在乎正妻的位置，也不在乎你爱的人是谁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答应我，公主。一人，我已经退而求其次了，哪怕是要和别人分享。 我甚至可以控制自己的嫉妒和私欲，让我陪在你身边，好吗？抱歉，公主，我对公主并无男女之情，又怎能让公主甘冒大险送我离开呢？一人。 你知不知道我下了多大的决心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爱你？可是你连最微弱的一点希望都不肯给我。公主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可你了解我吗？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？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？我，你从来就不知道，而且。